爱上他的几率是37%，他爱上我的几率是51%。他今天跟我告白的几率是79.7%。他搞错顺序了。求婚的几率是100%。男孩的几率是50%，女孩的几率是但是杨木川自由流产几率是3%。与孩子的相遇是多么的不容易，我们值得更好的选择。